看到了，对，是的，里头长白面，是的。哦，这种肉。哎呦，炒饼啊，吃家吓死人了，嗯，没气的。 大姐，该整不能拿溜了。大姐，该整不溜了。整不机灵了。等等了。等等了。好嘞。你现在不要跑太多了。 你妈，我这不往明天搬来，我这不想烧菜去了。哎，这对，这可不得。都已经烤完了嘛，咱俩说解不完，明天还来，他解不完。等一个就是上不来啊，都跟人解着了，就是上不去啊，都顺着都解着了。能不能下来？能不能腿下来？因为腿下来下来还好了。啊，你让我妈和王姨的都抱着，能腿一起腿下来。啊，这样这样我不走就腿下来，懂吗？ 嗯。不不不不不不。他要吃呀。比较厚，剪的慢。 不要急，拜一声，就慢点，不急，能解多少解多少。嗯，不行的话，过两天可以再。啊，谁给你们？求你们使。哪个老的？后面老的。啊。在干嘛了？在就他家里弄的。你呢？奶奶在里面嘛。这个医院，马上好，就不要吵。我把那些个这个解吧，这个泡着走。这个把。对呀，我想这个解了。这个解得早，这个泡着，马上就好了，不要吵啊。 你读啥？你读啥么好嘛？你说我是哪个？啊，是你闺女，是你说什么就是了。对对对。想睡着马上给脚解了睡啊！马上给脚修脚，脚修了我们再睡觉啊！啊。不修整了不泡好了，不修整了。可以了。一个人一个。 哪个买去了？你这傻货！干嘛？啊？我都没有了。做什么没有了？就是，那啥，很多。好了啊。 你这个过了吗？你不可过了吧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！马上就完，马上就好。你说我是哪个姨的？怎么想不起来啊？ 天天哪个喂饭了？天天哪给你洗澡了？要炒了马上给你弄。你是带过去一个是吧？啊。你先给刘家发姐姐了，姐姐再过去，那快旁边有个黄村那里碰了。看看你姐了。哪个？吃啥？吃啥？ 啊，闺女去买菜了。
这个也没修是吧？对，那再一会儿是吧？嗯，不急，慢修都给他修好，慢慢修，修不完，反正再过来呗。那就这个修了，就这个修了啊。可以可以。这个是哪个牌呢？那个可能是那个。 那个应该是那个，他又发，不是，他又发呢。我拿出来，你再出来嘞。他给他又拿出来，我看看好好的放不到。哦。拿金吧啊！不要讲话，拿你弄。